湖南卫视歌手2018每周五晚播出，本周节目在迎踢馆唱将，在线歌手纷纷呈上新花样。在当日录制现场，李泉自带陶笛伴奏秋意浓，新鲜乐器疯狂种草其他歌手，华晨宇更是秒变好学宝宝，直奔李泉房间求教。日前该组花絮照片曝光，图中李泉不改当年授业风范，细心教学，从用器到指法面面俱到，而华晨宇则完全是学生模样，虽说握陶笛的手势略显生疏，但神情却甚是专注，教学画面也吸引了众多网友围观。报名旁听李老师的小课堂，教我吹哨子都行，李老师还收徒吗？乐器零基础的那种，我申请加入中，轻音乐才子的聚会还来得及吗？讲真，能让华晨宇飞奔的除了吃就只有音乐了。